今天是2023年的3月5号，星期日，是美国东部时间，在早上8点多，然后在国内马上再过几个小时就马上是3月6号了，中国的两会开始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在美的访民呼吁中国政府还给我们财产，还给我们家园。这里是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公使徐学渊官邸，根本就一点亲民的举措都没有，不是打压就是迫害，要不就报假警迫害我们，被抓被关。他们跟警察说的做的那些笔录，一句实话都没有，一句都没有，一个字儿的实话都没有，都是假的，对我们打压迫害。哎，这就是中国大使馆的公使干的缺德事儿。希望两会上有代表们提议一下，把这个当官不为民做主的这个腐败分子、坏人给拿下，换上为老百姓做事的人。